这是早上有一个芥卵子，它这里厚厚一叠的话是99,000元，就是算它10,000元。那它要谢谢一个捐出17颗卵子的捐卵者哈。那如果说你的血型是 A 啊 B 啊 A B O 啊 O 啊，我们都非常缺乏捐卵者，所以博爱妇产科在这里。跟你拜托，如果你是符合20岁到30岁，请来博爱妇产科。你可以跟你的同学或跟你的闺蜜一起揪团来捐。我曾经碰过一个妈妈带4个女儿来捐的，结果妈妈太老，40几岁的，还有最小女儿18岁也不行。那所以有，其中有3个女儿就捐出去，然后第一次看到全家出动的。那时候接近农历过年，可能大家就比较。贵你要看紧嘛，所以希望大家你知道的话，就是请帮我转达博爱妇产科急需你的捐卵的帮助，拜托拜托，也谢谢你的爱心。我们等一下现在要把这个10万元接近10万元转交给那个捐卵者，他捐起了17颗。